OK， 大家其实呢，今天呢，我们就是要去 WP 的公司去玩一下，去参观参观，好不好 ？WP 呢，就是我们对你有感觉的幕后团队，就是拍摄这个节目的制作人这样啦。OK， 我发现我这个人哦，有点太直男了，因为不会聊天这样哦，所以哦，我有一点担心哦，我之后哦，你的感情状态，我有点担心我的未来了啦，等一下我单身一辈子怎么办？所以不行，我今天呢就要来 training 我自己，就是要去撩女嘉宾啊，来 training 我，看我可不可以变成一个高情商的男人。所以我们就是要未雨绸缪嘛，因为如果下次遇到一个哎真的很喜欢的女生，那我不会怎么办？所以今天就来给我这个一个小小的挑战啦，希望这个之后我可以成为一个真男人啦，祝我好运。OK， 各位，现在我已经到公司楼下了啦，准备要上去啊，很囧很囧，因为今天我要得牛一点啊，因为哦，我们拍 YouTube 的话啦，如果你很静啊，很内向啊，那个影片是不好看的。Actually 我都是在做自己啦，就其实我有很多人格的，我有很多性格的，要看情况，要看我的 mood 的。So 喜欢你的人就喜欢你哦，不喜欢你的人就关我屁事啊。话不多说，现在我已经到那个公司下面了，我们马上上去吧，看看哪一个对你有感觉的嘉宾到了。我们是不是很想看？是不是很想看？是不是很想看谁到了 ？Let's go！ 得认真啊！我觉得我西北啰嗦讲这样的话。哎呦 ，What's up？What's up？ 可以拍吗？可以拍吗 ？Hello Hello， 今天第一次拍 vlog， 请多多指教，请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刚刚进攻 YouTube， 这就是 WP 的公司。这个场景很像那时候拍节目的时候，也是很多 cam 对着我的时候，那个最尴尬的一幕，那个第一个 scene。那时候有人拍我，拍回你们先。没有，那时候你没有这样的话，你就坐着。真的坐着点点这样哦。要斯文那时候。现在在等着对你有感觉的嘉宾来，所以很兴奋，来要见到他。还没有开始拍摄，然后他们全部在打机。哎，你们就好喽。Hello， 其实我以前呢有一群朋友啦，就每次出来啊，都是相处得很好的。然后我每次出来啊，就是没有看电话的。可是不几时过后哦，很像啊，新鲜感没有了啦。不懂怎么，全部一出来，全部在看电话。很伤心啊！带你们去参观，你们可以拍的、啊，要给钱的嘛。对你有感觉的嘉宾不一样，可以啦。啊！带你们参观一下，他们讲有猫猫 ，Oh my god！好可爱。其实我本身不是动漫的迷啊，我看到也是会心动啊，因为整个很壮观。你看这边有哇 ，One Piece， 这应该是 Anthony 的。哇 ，Damn， 是动漫的迷，你们看到这些是不是会心动？福利给你们，哪一个是很贵的？看不出来。Oh my god！ 我最喜欢这个。最喜欢这个，这个，我最喜欢这个。哇，这个古董啊 ，Damn， 动漫的迷，你们是吗？哪一个你们喜欢？留言留言，哪个是很贵的？我也不会看的话。哇 ，Damn，One Piece， 世界吧。Oh my God，Nerf Gun， 这个我喜欢。我有个朋友哦，就是他家有很多 Nerf Gun，and then 他就会我们每个人拿一把枪哦，整间家跑。哇，爽！我给你们看猫猫，都很可爱。哦，这就是他们的公司。我之前看他们的 story， 他们整天在剪影片的地方就是这边，其实他们超辛苦的。然后之前看他们的 story 哦，他们每天每夜在剪影片。自己是 YouTuber， 你要剪影片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，你会日夜颠倒就很辛苦了。喵喵，跑哦，很肥哦，这个很可爱。嗯，喵喵，这个没有这样怕人，摸摸一下。喵喵，他们最喜欢摸喉咙的，也好可爱。我下次也是想要有一个团队，没那么快。这个是谁的猫 ？Jackson 的猫。Jackson， 这个会比较没有那么怕人哦。叫 BT 仔，怎么了？因为还有 BT 啊，他一直打喷嚏。对，刚刚他打，我以为他伤风还是什么。我长期这样啊，他这个病嘛。喂，幸好我没有穿这个 jacket， 要不然跟你一样哎哦。回归啊！哪像你拍我，哪像你拍你。回归啊！回归啊！哇！今天是第一次拍 YouTube 啦，请多多指教。第一次拿大力的东西。对对对，第一次，我不是很会拍。帅的 camera， 因为我一个没有 vlog 包，你有做过吗？怎么？我很怕啊，你拿这 camera 我很怕。Prank， 是耶。以前呢，我朋友哦，看我拍 YouTube 都很怕，因为会怕我 prank 他们。Surprise！ 呜呜 ！Oh shit！专讲
短几个钟就很多崩溃故事啊。来，我们来听他讲故事。从前呢有一个小孩子呢，那个小孩子是我。我一上车来到德曼沙拉了，我没有带到我的皮包，两次都是因为他。打给警察。上次我在阿辉也是没有带到来车票。呜、哦，他用美人计害我。哦。刚才我去打油，没有钱打。他嫌过是20零几，我要讲那个安哥啊，他皮包很多钱，安哥，我可以借20块吗？我大嫌过，他看着我上下啊，可以。看他上下，看我上下，不可以。可怜的孩子，不要再每次蹦跑去哪里哭哦，不要动我头发，等一下你骗我。我们现在继续找 Debbie 的猫。为什么？电视机后面啊，他很怕人哦，刚刚。闻到不认识的味道。哦，可爱，很可爱的眼睛。你们的女神，哎，女神。叫网红的。哦，网红女神，国民主义。我要上百万 YouTuber，YouTube 哇！低调低调，其实我本身就很低调哎。Actually， 我今天来这里也是牺牲很多，还是 cancel 他的东西。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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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小吴在拍 vlog， 我要进来 vlog。可以带我上 vlog 吗？小吴带你，小吴很给的。屁呀、啊！我5号讲啊，我要丢你的牌，你的是9号被丢就输了。如果其他号码的话，你就真的是换牌了。You understand？ I didn't listen much. Six by. You understand？ Yes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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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s. Good, good, good. 来来坐坐坐，抖神。哇，抖神哦！哦，你不是有演咩？那时候在抖神啊。你好秀啊，你好秀、啊，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哎，一起喊啊，很尴尬。我有提到你 Q， 哎，你怎么坐那边？你是要坐我腿的？哇，然后你两个什么？哇，你这盖完我整个人了。九令跟温阳什么事？怎么坐这样远呢？爆料爆料，吵架吵架，这样视线感没有到这个游戏，懵懵懂懂的玩，跟我观众讲 hello。哎，等镜头好像有东西。小吴就好咯，这个位置一举两得。左 OK， 左有右。其实我跟 Sean 还是真爱。小吴是中间人，对。小吴自己制作的，破坏我们这个感情。现在小吴要拍 story， 我叫人家我听不哦，听不送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我要好奇一下哦，怎么这两位哦这样累的？是做完不用做模来的。是哇，他跟两个男神拍耶，你们要选哪个？当然是这个了。开始出啊！几条啊？最近没有？几个月？几个月？九个月？几个月啊？他的他帮你生。直接对你有感觉，然后我们就想说，哎，我们可以做一些事。OK， 各位，现在我们要去吃午餐。哎，你们很帅的，来来来，哎 ，Jolin 接我一下啊！生气啊，生气啊！快点跟我们讲你是什么关系 ，Debbie 跟小吴。啊，不可以，还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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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喂，最萌身高哦 ，Mac Mac， 你是什么长大这么这样高啊？Gardenia 芹菜 ，Calcium，、哦、还有花生根。这样长的秘诀呢？长的秘诀要这么长，再拉，要有拉伸哦，会很痛。你要高要长就要付出代价。哇，不错啊。啊，他只是高罢了，没有长。你怎样知道了？你怎样懂的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了。拜拜拜拜。小吴啊，你会喜欢我吗？不会的话，我教你啊。Let's go， 走走走。诶，双在哪里哦？诶，找不到，本来坐在旁边。诶，双他妈在被 emo。喂。小吴，你喜欢这样啊？我喜欢你这样啊，诶。我拍这个 vlog 可以啊，就 end 啦，就在等这个回答吧。好，谢谢各位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假的，刚刚还叫人家握的什么 Team Wu 跟 Team Wu Song， 怪不得他刚才在角落了，还没有介绍你们呢。对，还有在等你。哎，等你，最近出了什么新歌对吧？一来一段。随便呢 ，Debbie Debbie 很可爱的女生，几次请我喜酒 ，Hello， 我还要好表现，我也好表现的。我是加松的粉丝，恭喜。全部也像 YouTuber 这样，全部拿相机，感觉现在拿相机是正常啊，反而没有拿相机的就比较不正常一点，比如这个啦。
说食物是已经到了呀。哎，中文，中文给我，你拿着、啊。帮你拿。没有你，你应该喂我吧。吃啊吃啊吃啊！我懂你在很努力做成有练的理想型的。喂，你的鸡这么猫眼呢？因为看到你太热。Yes, yes. 真的，我要多多向 Kristen 学习哦。你们要学怎样做一个高情商的男人，他就是我们的代表。我们可以去看节目了。你家里有拜神吗？啊、没有。你是什么宗教的？你知道我家里的是什么神吗？什么神？你的也是神。我们吃东西吧，各位。刚才 shop 还有一些很碎的画面，如果你们想要看那个影片的话，你们可以点击你们的右上角。哎，你们懂啊？今天我遇到一个宝藏，宝藏女孩。这个是宝藏女孩耶。这么笑？喂，你遇到我可以遇到什么？你是宝藏男孩啊？对对对，宝藏男孩，你也是哎。哎呦，哇，见一个挨一个。Set， 带你们突袭我公司。来，助手助手。这就是我们公司的清洁这边的啦。来，我们这户业务，来带你们进我 office。OK， 大家好，很好很好，我们这个月的业绩是非常的好啊，那个对比有感觉，火了。太少了，喂，拍手拍手拍手，很好啊。老板的带领下，我们再创新风。Yes， Yes， 跟我一起喊。Yes， 一路过不是梦，一路过不是梦，一路过不是梦，一路过不是梦。各位加入我的团队吧。Jackson 啊，嗯，非常谢谢你这几年来的付出了，真的非常谢谢你，真的。来来，这边有一个水，这边有一个水，来来来，敬一杯。要不要给我面子？没有。OK 啦，我有一个红包要给你，谢谢你这几个月的付出啊。因为是公司紧急状况，那老板不是一路过呢？没有啦，我们有些 image 要做到很好啊。OK， 来。谢谢老板，爱老板。OK， 来，我相信你们都有看过的这个 part， 就是你听着。做 YouTuber 的 first step，对对对，看你 qualify 没有？来，对对对，来，我们去 prank。Sean 要 prank 你们啊，你们要解答不懂啊。哈哈哈哈哈。他不喜欢黑色。大神的，我没有大神哥吧？他嘛，我朋友没有。耶、yeah, yeah, ，他可以做那种骗人的 YouTuber 吧？这样可以啊。没有，那种没有人看的。对。哎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小吴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来，小吴，走走走，恭喜你获得小吴。哇，很有爱心耶，你跟妈玩，看来女生是怎样都有爱心。你喜欢猫吗？喜欢。喵。OK， 大家现在我们要去吃晚餐，耶、yeah, ！跟他们 Anthony 他们一起去吃。OK， 我现在就要带他们去那个餐厅啊，款待他们。OK， 我们到了，各位，我们来吃肉肉，开动了，各位，哇，很久没有吃这样了，真的为了你们去的。小吴喜欢吗？这个花？是我自己买的。喜欢了，还是想他喜欢了？小吴很美哦，这个花喜欢吗？喜欢吗？这是小吴自己买的哦。哇，很好听哦，小吴这个歌好听吗？其实我安排的。你为他点的是啊，这首歌感动啊！我刚才亲自看他过去点的。Yes, brother。见了小吴回仙。所以现在是去这一个 mall 啦。其实我拍 YouTube 的时候，因为我觉得做多一点效果会比较好看。不过我觉得今天是刚一开始的时候就很累啊。可是没有办法，我在拍 YouTube 嘛，就一定要嗨起来。准备踢啊！准备啊！喂喂，真的！我踢下去要碰进去嘞！哇喂，去变 dancer 嘞！玩完啦，演唱会去变 dancer 哎！哇哇哇哇 ！OK， 到你来，不要去！哎呦，哎，走了走了走！现在要告别会啊，要跟他们讲说拜拜，太小，红拜拜了，再见啦！
拜拜。好的 ，take care。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值得，我觉得开心最重要，只要开心，一切都值得啦。So， 希望你们会喜欢这集的影片啦。然后这集我也很开心，因为我时隔那么久正式的回归 YouTube， 然后我蛮惊讶的是我本身的表现还不错，我还是可以把我以前 YouTube 的风格带回来，就是在影片里面都是很疯疯癫癫的人，因为我想要把气氛吵起来，希望我可以把我生活中的欢乐带给正在观看这个影片的你们，希望我的欢乐是可以传达给你们这样啦。所以今天真的非常开心，希望你们也喜欢这集的影片，我回来了，那各位我们下集影片再见哦，拜拜。